原标题：清朝八位最受宠的皇后真实画像，富察氏最美，慈禧太后最凶，满清入关有十位皇帝，每一位都留有画像，而皇后并不都有画像。今天小编为大家带来八位满清皇后画像，这些人都是历代皇帝最宠爱的后妃。顺着氏入关后第一位皇帝，他一生最爱董鄂妃，关于他们两人的爱情故事也有很多，甚至有野史称顺治并没有死，而是为了爱情遁入空门，图为董鄂妃满洲正白旗人，死后追赠为孝献端敬皇后。康熙一生立有三位皇后，而最爱的只有原配赫舍里氏。赫舍里氏是当时重臣索尼的孙女，生育皇太子胤禛，皇后在位九年，谥号为孝成仁皇后，图为孝成仁皇后画像。雍正一生只有一位皇后，就是乌拉那拉氏，她是管步军统领室内大臣费扬古之女。雍正是雍亲王时就是嫡福晋，雍正元年1723年成为魏皇后，在位九年，谥号为孝敬皇后，图为孝敬皇后画像。乾隆一生有许多女人，光有名号的后妃就有四五十位，但是他一生最爱就是富豪氏。今年大戏《延禧攻略》就很好的诠释了乾隆对富察氏的爱。胡为乾隆的孝贤纯皇后，嘉庆皇帝的皇后是喜塔那氏，15岁嫁给嘉庆帝，去世时乾隆还是太上皇。虽然嘉庆此后还立了以后，但是始终对喜塔那氏有真情，并将其子至亲王立为太子。后来的道光帝，道光皇帝最爱钮祜禄氏，钮祜禄氏是道光帝第三位妻子，道光登基后立的第二位皇后，咸丰帝的生母，他与道光帝感情极深，他死后道光就没有立后，其谥号为孝全皇后。咸丰帝最爱的后妃就是懿贵妃，也就是后来的慈禧太后。慈禧太后是同治光绪年间清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，统治中国长达半个世纪。同治皇帝最爱的是其嫡后阿努特氏，是蒙古八旗人，其父是八旗中第一位状元，他家与慈安太后是亲属关系。阿努特氏比载淳大2岁，同治11年八旗选秀中被选皇后，2月初3正式册封为皇后。她是清朝继孝惠章皇后后第二位出身蒙古族的皇后，同治去世不久她就死亡，谥号孝哲义皇后。有野史称其被慈禧逼死返回搜狐。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